你看它颜色是不是很可爱？它是，对，它是一家人的益生菌马卡龙沐浴露。益生菌，它里面呢每一款都有添加对我们人体有帮助的益生菌在里面，它总共有六种。它有这个幼脆嫩白，然后呢中间这个呢是琥珀酸焕肤，然后这个呢是30秒的沐浴露，然后再来呢这边你看到的呢是抗痘美白，还有沁凉美白，沁凉抗痘，夏天的，对，夏天的，还有再来很厉害的咖啡因净味。那我先跟你们讲，这六款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边这三款。那30秒是什么意思？洗30秒？我觉得30秒呢非常适合你跟你老公，你跟你男友一起用，30秒就告诉你说，其实呢，你很快的速度，其实你就洗得非常干净，有点香皂，对，它有那个液态马赛皂在里面。原来这就30秒的味道，因为它里面呢含有这个天然液态橄榄皂，它可以帮我们清爽的洗干净，还有呢绣线菊的萃取以及红酒多酚，可以去除肌肤多余的油脂，帮你洗得很干净。橄榄皂呢也可以称为是马赛皂，这是因为呢路易14呢当时呢请他的工匠调配出了这个，发明出了这个马赛皂。那它里面呢其实72%都是油脂，是什么呢？天然的橄榄油，油脂的比例呢在72%，并没有人工的色素，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是最棒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很深层的帮你清洁，重点是快速的就可以把它洗干净了，然后洗完之后呢皮肤就是一样的呈现一个，因为它里面有高油脂嘛，呈现一个很柔嫩的感觉，然后又不紧绷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一罐琥珀酸焕肤，味道在这里，味道我刚才闻的好舒服哦，这个很舒服哎，有一个淡淡的花香，然后它里面呢就有琥珀酸可以帮助我们角质代谢，然后有机的蔓越莓萃取可以帮助我们水润提亮，里面还有小麦胚芽可以帮助我们的呈现弹力，然后你知道像我，是不是？像我呢，很喜欢晒太阳。对。可是你知道，你晒太阳，如果你没有把你皮肤肤质顾好，它其实会越来越干，越来越老。对。那你知道呢？这个琥珀酸就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新陈代谢，把那个老的那个皮给它代谢掉，把它代谢掉。然后它里面有满满的这个成分在里面，你就会觉得哎，越来越透，越来越亮。这个呢，它就是柚子的柚脆嫩白，里面有日本的柚子萃取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亮暗沉。然后芦荟的萃取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呢呈现嫩嫩水嫩的肌肤。哦，它是做是嫩白，它是嫩白的，它其实是萃取日本的柚子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？跟我们平常中秋节吃柚子味道不太一样，对，一个很高雅的味道。然后呢，里面也有这个芦荟萃取，所以呢，你洗完的同时，同时保湿。像你知道，像我不是很爱晒太阳，其实我肤色常常会不均，就是一块一块。那我就可以用它帮助我把我那个漂亮，我是很用力晒的肤色把它均匀。益生菌是什么？这六款沐浴露里面呢，都有富含日本西洋梨的乳酸菌发酵液，所以呢，你会看到不同的功效，可是里面呢都有这个最强的成分，就可以比较亲肤啊。你使用起来呢，任何肤质，包括你敏感肌，通通都适用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它里面这个发泡呢，你会发现它的泡沫很绵密。我等一下会做这个实验给大家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有欧盟认证的天然的起泡剂。你知道这几款呢，总共6款，其实呢都有前中后的香味，就让我们觉得哇，洗个澡呢，你就觉得好像涂了很贵的香水一样。量一下你现在还没洗的这个，对，保水度是多少？我刚这个没有碰到水，我来先量一下。好，来三十九，好干哦你。对呀，很干。然后呢，我立即用给大家看，30秒弄起来。你先看一下它的颜色，透明的，你一看就知道它没有添加，对，零系。对，是一个很纯净的成分的感觉。你厉害哇！然后你看，我马上说出来了，而且它的泡泡好很绵密，很细致。哇！完全不会，有没有超级无敌绵密？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它的保水度。对，看一下多少？七十七，三块六，七十四，两倍。